宋老师那个鬼哦，宋老师一条哦，750的 K 金项链叫碎的，手工的，一条叫碎的，而且哦，我莫无伊的是我个徒弟的，好来，那圣王太的恩师哈，祝他越来越漂亮，越年轻，等我们60周年的时候，他还会来参加我们，哦，他一直已经开画展开过了，啊，你收到他的那个那画册哦，你会很高兴，好来，我们谢谢老师，来掌声。来来哦，这样好，这样好，这样好。哎，赶快出来，赶快出来。好，别摸快，好，别摸快，对对对对。前面，后面。我姐呀，然后一，我们一要喊出来哈，一二三，耶！好吧，大家好。啊，非常高兴的哈。今天其实那个陈主任委员嘛，那礼拜五也到学校，我们早就接到了会安排的行程。那我比较慢来，是因为我今天听那个台中有一个国家图书馆，也是我们南投县很杰出的一个文化部的政务次长，他在那边我们南投人啊新书发表会啊，因为预计10点半，结果他有一点讲的哦，大概限制到讲到快要12点了哦。结束完，我想说，那我赶快再赶过来，赶过来，因为我想说，我一定要过来哈，来跟我们各位那个已经57人到现在已经都50人了哈，大家能够在因为南投中学的关系哦，大家又能够在这边齐聚这样的缘分非常非常的难得啊，非常非常的难得哈，那。南投高中现在在各位的这个历任的这个校友我们在南投县里面我们在我们全国里面各位因为有非常的各阶层都有非常杰出的这个杰出的校友，所以我们在南投县里面我们是历史高中史里面我们是历史非常悠久，然后也培养出了非常多的这个杰出校友的这个学校像我们在我们的学校网站里面像过去有一个国防部长也是我们学校培养出来的还有很多这个法官啦这个教授啦反正在各行各界里面都非常的这个有非常多的这个杰出校友我们南投高中也因为这样以各位校友的这个为荣那我其实在到南投高中来我是刚刚有人说校长那么年轻其实我也不年轻了刚刚我碰到我的长官过去是的那个原专门委员在教育部的时候各位好我在第一任校长的时候我原来在中兴高中我服务了20年我第一任校长的时候到基隆高中的时候就受到当时的这个现在的也是我们的校友嘛变成这个这个原来是一个专门委员他当时在教育部给他很多的这个帮忙那后来我在基隆中兴高中20年到基隆高中一任以后我就回到我们竹山高中我在竹山高中2任8年那到这个前2年还没有满2年我在那边正满以后因为我住中兴新村住中兴新村我就调回来南投高中我想说南投最有历史最悠久最有历史最优质的高中我就回到南投高中来服务那么我一看哇我们有这么光荣的这个历史我到南投高中来我就提出一个口号因为我们大家知道我们南投高中对面那条路叫什么路呢叫建国路我们刚好是在建国路上的高中所以我就提出一个说我要打造南投建国中学打造南投建中的一个金三角计划我就任的时候那么我们就从因为我们学校现在目前的发展已经有普通科我们已经有普通科然后有职业类科然后我们有音乐班每次8至6名我就提出这三个方面都要并驾的齐驱那么我们最近也在
在这方面也都有很好的表现。像去年来讲，我们的繁星计划里面，像台青交的这些同学考到台青交的，也渐渐的非常的多了哈。那我们像职业类科的，像得到金球奖、考取台科大、北科大的也非常多。那我们因为又有音乐班、美术班哈的关系啊，所以我们这三个角我们都全力的哈往这个方向来打造哈。这个秉承继承各位这个过去啊非常光荣的这些传统啊，我们要打造南投最优质的啊，因为建国中学是象征最优质的高中啊，我们往这个方向来迈进啊，也有一些啊很好的一些成果啊。那今天刚好是利用这个机会哈啊，来分这个来跟各位恭贺以外哈，五十年啊能够再相聚啊，真的是很不容易哈。那也欢迎各位我们南投高中毕业的校友哈，随时哈啊应该回到学校哈，回到学校，到学校来这个啊缅怀一下，然后也能够到学校啊来指导哈，来指导哈。那最后也祝各位我们今天各位所有的这个我们啊参与的啊所有的这个啊我们南投高南投这个投中的这些啊今天出席的，大家能够非常的这个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哈，谢谢各位。我们非常感谢哈，我们校长来参加举座。那校长是一个教育家哈，那个刚才我找下面同学，请他找到我们校歌的播放，有没有？谁找到了？找到了请举手来，我们唱一下。来，请送上来。啊，可因为这个关系，啊，他就没有办法来。到目前为止还没看到他哈，他非常的热情哈，也是我们班上的怪杰之一的哈。读的是 Russia 哈，是那个俄语系啊，俄语系。那现在我们请张宪纯老师为我们勉励。这样啊，
字就非常非常的漂亮，全世界只有他一个人。哦，来，掌声给他鼓励一下。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老师，这样的一个恩师，不得了。好，来，看看，这个是从背面的，背面的，背面的，哦，背面的字，它是从前面写哦，后面的反字是这样哦，非常的漂亮嘛，而且它不是直的写，它是横的写，它是把这个字呢，这样横起来，横的写，所以非常的难得哎。我的印在写的时候是这样写的，不是啊，是这样，在这边，这边写，它是这样横着写，所以写出来的字非常非常的漂亮，很难得。哎，各位，他有老师有起图让我们摸彩的时候，让大家带回去，好不好？好哈，只有这一幅。哎，春天妹来，姐姐来背哈。哎，老师，老师今晚哦，我今都会的，只会是。都被我们哎，都被我们搞欺负夸过，都我先三万块两块钱背你哈，铁骑来背哈，谢谢。刚才去把背上了，打电话，谢谢。我因为我的故事我是写不好，字不给啊，我就把它洗掉。那今天写起来这一点比较不一样，那就只能够谢谢，谢谢，谢谢老师，请用餐。接下来我们要进到重头戏了哈。哎，很多同学送的有很多奖品啊，这个纪念品，纪念品啊，我们先来摸彩箱，你各位看，就我们的激情 Kitty 也激情向上啊，这向上应该就给了这一箱，谁送的？来一下，看一下，快啊！啊？哎，有谁还没有丢进去的？有谁摸彩圈还没丢进去的？摸彩现在还没有丢进去的请来，赶快来摸，丢进来。我啊，我会开心摸嘛哦。哎，我们先吃饭前呢，先摸摸几项啊。先来摸雅丽送的荒藤荒藤木黄山，雅丽送的木黄山好不好？这三来来，给他给他老板。哎，老婆，哎，老婆，我老弟有机会哦，来，有没有谁还没对进去的？来，我摸了五个之后，我要先下去吃饭了哈。来，我代表摸好吗？可以啊、哦。来，刚好五张。哎，五二一五年五哎五班五班二十一号是谁？五班零一号，五班一号，四班三号是零三。五班三十九号，七班十六号，来，请到前面哈，快请同学过来接班啊，谢谢。我姐姐讲你在我不想讲哦，那姐姐很不想你回去。啊，后来等一下这几张哦，我们放在这边让大家去对着。林立满，大姐姐，好自然呢，你一养这个。哦，这些你小心了，你有钱不要让他知道啊。各位同学大家好，很高兴哈、哦、在这里看到大家。十五岁到六十五岁，这个人生变化真的很大啊、哦！今天非常感谢主办单位啊、哦，那个刚才那个陈学长，因为他打电话给我妹妹的时候，他说他是我同学，我说我哪有那么老的同学？我说我头发都没发。结果我不知道，原来他初中跟我同届，那高中的时候他就不在南投高中了。那今天真的大家都很高兴啊。那我跟林立满两个是很鸡婆，就是啊，让他下去吃点东西，然后我们来摸彩，这样好不好啊、哦？那大家如果觉得不太好，那就大家多忍耐一下。那我们现在来继续抽。这个是哪一位同学捐赠的？龙甜甜哈，哦，真的谢谢他哈，哦，他名字就，介绍一下，